然后我们开始第四位牛仔。我常常在想，你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让我这样死板的人？看看，开始撒花。我常常在想，你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让我这样抠门的人？省吃俭用的去握手会，谢谢外包送的玫瑰花。送鸡腿。我常常在想，你头发都乱了。那我这样滥情的人，眼里都是你，心里都是你，整个世界都是你。在喝葡萄。我常常在想，究竟有怎样的魅力？随便你，谢谢奶茶姐姐送的巧克力，是可以的。谢谢夏天前来送的奶茶，谢谢烤鱼送的玫瑰花。去年七月，去年七月我不是短发吗？去年七月份我不是短发吗？哦，你说刘海吧，因为我换了一边刘海。谢谢婉婉送巧克力，谢谢小谢送的荧光棒，有一个辫子。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位粉丝这样的滥情哈，我知道了。已经乱了，那个 BGM 我没有剪头发。谢谢你，我觉得很适合他。我一直都是圆脸。哟，好久不见，紫标都换成金标了呀。谢谢这位滥情的粉丝。谢谢日落送的巧克力，都好喝。没有染头发了。然后今天还有我们的最后一篇我选的投稿，把刘海加上去。为什么要把刘海加上去？今天的电台就要结束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来，无所谓啊。但是我觉得这些电台的内容，每一件每一个投稿它都很值得我去分享给大家。因为前几次开不了，谢谢，祝你送巧克力，你真的很尬。没关系，哇，知道的粉丝可以去听回放，其实也不是很长。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期一个考斯拉，晚上好。Dear DJ 小兰，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the idols I like. She is one of the gifts I treasure the most. Like Luffy, start her adventure long.Many challenges and endured a lot. But as time went by, she began to gain more allies. She continued to work hard, staying up late, singing songs and dancing. Even if she didn't have a good time, but only trying to be strong. But I think.The strongest and the bravest. My most memorable and joyful moment at the idol fun is meeting her. All moments with her are tired. Thank you for the fire. Always tell me that I do a lot for her. No. I think she has done more for me.Although I don't know how to express myself why. 我感觉我最近像一个机器人。She helped me see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again and reminds me to love myself first. 谢谢昨天送的生日蛋糕。She gives me the strength to pursue a better life.
这一集要送的巧克力，我操！你们这是在提前祝我圣诞过年举办成功是吗？我真的很。谢谢，谢谢你送的发链。不是啊，我也不是，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我最近像个机器人，我觉得我感知不了喜怒哀乐，我甚至不知道我到底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好像面对了许多挑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都是遇到更多的挑战。谢谢他继续努力的工作，熬夜唱歌跳舞，即使身体状况不好，他告诉我，其实大家要是不安慰我的话我觉得还好，但大家一安慰我就他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坚强最勇敢的人。作为一个偶像的粉丝，我最难忘最快乐的时刻，我觉得我挺坚强的。谢谢，这次送一点。其他人总是告诉我我为他做的很多，是谢奶茶。但我认为，我觉得我不是为生日过眼难过，大家都觉得我很惨，好像 staff 他们也觉得我很惨。他们那天把我叫过去说要先把我开导好了才能官博发通知给粉丝。谢谢送的奶茶，我感觉我已经，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没有情绪了。你且告诉我，爱一个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那给了我追求更好生活的力量。我不知道你说破防真的也没那么破防，你说接受也不是那么能接受，语言不同，时间不同，但是无关紧要。我也不知道，我很关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没破吧，就是好像大家觉得经历这样的事情肯定得需要破防，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我有什么破防的点，就是全世界好像是可能我已经接受了。累吧，就比如星期一星期二一直在山上爬，心里焦悴，因为我觉得我在那里我都快得那个爬山恐惧症。那个土坡啊，不，那个山没有楼梯，然后像我们，因为我们是前期就得在上面，就是几乎两天都在拍。他们后面他们可以回去了。令我破防，我觉得很破防的是，就是有一点会让我觉得破防的是，我在那里，我们在那拍东西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特别有状态，在那里演的可开心了。然后一看他拍完后，我们一看的镜头，连一根我的头发都没有照到。我觉得我后面就会思考，我到底在我在那里待到晚上在那里吹冷风，在那里拍东西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下期再见吧。但是还好，我只是说，
那时候会有点影响，应该后面会有点的吧，我不知道啊，但是倒无所谓了，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但我觉得这样参与这样子的活动也是挺有意义的。没有，这不是导演的问题，只是我会，这不是，我没有怪任何一个人，我不是怪别人或者怎样，我只是说一下，就是当你真的很努力的做了一件事之后，但是你却发现没有，但是这是很正常，在哪都遇到了，在哪都能遇得到。希望下次有机会。只是突然那么一刻会有点怀疑自己，不是别人的问题。然后谢谢你的今天送给我。没有吃东西，然后，我在那，然后拍东西，等拍摄我就睡着了，我很困，然后突然姐姐她进来，她跟我说这周能办了，然后我一下子我就睡不着了，我就开始激动了，然后我就在那里看我的生日公演的舞蹈教学。我在那里学，上山的时候在那学，因为我以为是真的，因为时间不多，你想除掉星期二的话，三四五只有三天时间。我从车，然后车是6点。还是几点？8点左右走的，2个小时到了，我就没直播，我就卸妆，我卸完妆吃完饭，赶紧就跑下去学我的公演，而且刚好还有最佳拍档，因为放在一周了，我们两个最佳拍档还没排，然后排到凌晨2、3点左右。因为其实连爬了两天的山，其实是非常累的。但是我感觉我那时候已经感觉不到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始收快递、收道具，然后去联系。然后又去排到，好像是昨天通知，排到很晚，然后录了我的 MVP 的报批。我把黄岩石拉去排我们两个的那个双人舞，那个舞很难，我们两个排到凌晨，然后终于排会了，然后跳了很多很多遍。谢谢陈曦送的巧克力。然后第二天我又收快递，收我的拉皮，我的公演，我甚至连口袋都打不开，我甚至连口袋都忘记打开。很多事啊，然后一直到下午我去给姐姐穿我的报批。然后因为我不是要换 unit 嘛，我不是要换爱的加速器嘛，我想去练，我想去学一下，我让姐姐给我找一下光剑，我找不到光剑了，还没开始找，然后他就说你来我办公室一下，谢谢昨天送夜蝶，谢谢，我以为他给我开玩笑呢。因为他，但我感觉他很难一，我们姐姐很难一起吃。
是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因为我一直在说没事没事没关系。他们觉得他们可能，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我接受不了，他们觉得我会破防。然后我们好多 staff 几个 staff 在那里呢，但我没有破防，反而讨论了一些现实的问题，就比如说应援会的一些什么应援物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手幅啊，这些怎么怎么办，实质性的问题。我就跟公司说运会运物可能会过期，希望他们能够处理一下。谢谢风景松松。就是发电厂，谢谢猫粮送的发电。我当时想到，可能我说不了什么好话，但是我其实心里是非常感激你们的。我也很嘴笨，我不知道说什么。不过还是很谢谢你。完了，想不到说什么，我刚说呢。他们说下周如果能办的话，应该是把我的那一场和最佳拍档放在一场演。其实都是能办的，谢谢包子中的夜底，谢谢。但是可能前一天他的可能会喊停，谢谢包子中的夜底，谢谢。你怎么还线上？哦，他当时跟我说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我生日过月圆桥，我是想这该怎么去跟粉丝说。我觉得大家可能更能接受。还有些其他人，他们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很玄学，他们，我虽然我是开玩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觉得好像是我的问题一样，好像是因为我办生日过年所以才一直开不了一样。所以我觉得很烦。对啊，所以就觉得他很蠢。不是不是，不只是各地方都在说。谢谢谢谢日落松的夜蝶，谢谢。谢谢谢谢慈里苏的液体，谢谢。我不知道，我感觉我笑不出来。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感觉我好像没有什么事，感觉好像有很多事。只能说太累了吧。
而且这些老探亲，他们说你为什么探亲？我昨天听完这个，听完这个刚收到这消息，我还难过着呢，我就被喊去录音了。谢谢元宝送夜蝶，谢谢。我就被喊去录音了，然后录的还是三首甜歌。那哥哥就跟我说，你一定要笑着唱，你一定要非常心情好的唱。我本来都已经，我当时已经笑不出来了，我就一直。我就把手这样，然后去唱歌。录的是六周年还是 live？ 然后唱了唱，我还叹气，我就这样唱完了之后，我就，然后他说：“你不要叹气呀。”但是没办法，是工作安排，还是得录的。最终好就行了。但是得录，就下周 Me Live 要演的，还有六周年，就好像我们前两年去爬山一样，看情况，反正 Me Live 朋友，明明大家都已经很累了，我当时手这里已经被石头刮了，刮出血了。它其实还好，已经没有看出来有什么了，已经结痂了。但是当时好像是有血管在旁边，所以就流的还是有血什么的。然后当时大家心情已经非常非常的差了，然后还要因为然后那一边没拍好。然后又得，然后他让我们又，因为那个土坡真的很斜，很倾斜，全是土，没有可以站的地方，就让我们又重新刚爬上去，他又重新让我们滑下去，就让我们爬下去，然后又重新爬一次。谢谢包送的玫瑰，重新爬一次，我就特别担心，我又重新爬一次，爬上去，然后又刮到，我都不敢碰石头了。然后主要是你爬上去的时候。你还得就是特别开心，就是那种非常朝气蓬勃的感觉。然后本来我们都已经很破防了，然后他一开拍我们就又笑起来，就表现出很激动的样子。因为我没有，他们只有创可贴还是道具，然后又有刚好有湿纸巾，我擦了一下，用那个湿纸巾擦了一下，后面用创可贴。拍完上那个戏那场之后，就回酒店了。回酒店用那个碘伏还有酒精消了毒了，但是那酒精是真的很痛，那个酒精真的特别痛。后面贴上就好了。我觉得只要拍出来是好了就好了。王子啊，是你上次拍的樱花照，我在朋友圈刷到啊。是同一个摄影吗？嗯，是不是我推给你们那个？不知道。我上次推给你和黄元齐了，我让他先别发微博，我明天发微博。这是什么？天哪！谢谢，谢谢昨天送我发帖。那我谢谢。我是觉得我不，哎，就每个人感觉都很难过，都有自己的伤心的地方，都有破防的地方。我就想着不想把太多的。伤心的事情分享出来，谢谢。好的，这个衣服是我新买的。
黑风一声牛，我还破防的时候，我那门破防的时候打开翻牌，然后翻牌那种，请问怎么调？请问你在破防的时候你是怎么调节过来的？我那怎么回他？没有，谢谢小松的巧克力。就昨天之后没有几个人来安慰我，说实话翻牌没有几个，就是大家好像都已经安慰过了，然后就过来翻牌的好像就只没有几个，三四个吧，但我还没有回复。今天去的是环球影城，给大家不太知道，我一边说我可能会晚回翻牌，然后我发现我翻着翻着好像只有昨天的没回了，就昨天来说是昨天，现在应该算是前天了吧，马上。好像是问，不用安慰我。你知道吗，有时候翻牌的，我不是说大家不好意思啊，有时候翻牌的安慰有点对我来说可能还反而是他就比较小心眼或者是比较纠结吧。谢谢三姨送你个帽，就安慰你的话，你回复你心情不好才安慰你，然后就是有的人他就会想很多，就是你本来已经不开心了，他安慰你，你表达感谢之后就你回的少了，他会觉得你好敷衍，然后回的多的话，我又实在是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真的是没办法去长篇大论的回复，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但是我有感受到你们在关心我。所以我现在一般都是等我心情好了之后我再去回复，就难过的时候看到了就好了，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回复就是另外一种处境了，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会很耗费精力。作为一个 INFJ 真的是我可能更加适合自我开导。你以为我是，哼，你又知道了。但你们有安慰我对象，但是我都那个就是那个 BJ 官博的那个消息出来之后，我都不敢打开口袋，我都不敢打开留言板，我就已经知道大家会发什么了。我怕我看了会破防，所以我就直接说你们别安慰我了。但肯定是有人发的吧。我知道，我后面平复心情之后，我都看了，我每一条都看了，我转载不了了，我转载过太多次这个微博了，我把那微博都删掉了。绿色的爸爸为什么不是粉色的爸爸？这谁知道吗？我还跟姐姐说能不能换一个场地，她说目前比较难。在中心
上4月开始之后，就一直正常办公一样，就没有停过，就没有停过，不太一样。北京的场地还是挺难找的，就是能符合标准。我今天去环球影城，为什么环球影城大家那里面那么多住，大家人挨人的住在一起，下面人在表演都可以办。我上次在这么想。哦，8月是停了，我说到准点前嘛。哦，那为什么？我真的不太能理解。对啊，每个地方有自己规矩。变瘦了，东西都吃不下。你别看我今天发那么多吃的在房间，我就吃了2口。是园区自己订的。那个叉烧饭很贵，就是肉太少了。环球影城里面的吃的都很贵，那一份要几十块，钱，那肉比它的多一倍。没吃，不敢吃冰的。我昨晚上我买了绿色心情在那里吃呢。我吃到一半，吃到一半发现，谢谢包子。不喜欢吃苹果，不敢喝冰的了。我本来买了三根，我跟黄一起吃一个，我打算自己吃2根的。然后我吃了一根还没吃完，就真的很让人无语。这个没有加冰，我点的是去冰，在这里不喜欢吃芝士。第一天，我一般都是月底吧，但还好。只是可能会，就是这几天可能会心情会比较差吧，其他的还好。就是如果遇上不开心的事情，今天天气是很好。哎，好，我还很烦，我老师给我布置的钢琴课作业我还没写，我还没做。明天去，明天。电源完就回，我不参加云公演，我又去练琴，不难，真不想也，但是如果下周还是云公演的话，我可能就上了，也不能一直不上，只是觉得。我感觉这套公演大，我觉得这套公演，云公演的时间比线下公演的时间还多，我都快对他失望了，我都快对这套公演失去耐心了。我就想跳的晕了，也不想跳了。明明上周说最后一场了，留点不一样的，跳了个东塔子，结果又来。谢谢陈一中的2个巧克力，自己带回去跳荣耀就算了。现在包送的玫瑰花，不跳了。
有时长吧，我们有时长才能够换衣服。初恋，那也得是大家一起呀。什么床？你们明年会换？你说北京还有什么场地合适？能不能让我们到环球影城公演呀？那个剧场真的好大呀！用糖，你买是吧？你把它买回来。我想只有糖。谢谢，星星送的奶茶。你们跟我说没有用，你们跟公司去说呀。你们可以给我们北巴发邮件。他们态度确实挺好的。我觉得环球影城那个露天的剧场也不错，一个台词可以那个。我也觉得应该换场地了，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但是该说不说，那个你说的对，那个吕元芳确实真的好可爱。我在那里看了他半，我在那里盯着他看了半天，他真的太可爱了。不，我不说，他真的好可爱呀。我很想加他微信，他没有盯着我看，他很有职业素养，因为很多人找他拍照。我终于知道你们粉丝什么心情了，就是他就算在站在那里，他只要做一个动作，就觉得他真的好可爱呀。然后看我一眼，就稍微有可能不禁的对视那么一眼，你就会觉得哇，不是人，不是很多。那我不敢再去排第二次。会觉得很尴尬，因为旁边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是兰陵王还是啥，还是狄仁杰，是个女元芳是女孩子扮演的，狄仁杰他是男孩子扮演，我就怕，因为我怕到时候我因为我其实只想找女元芳合照，但是我怕不带上狄仁杰会显得我非常的不礼貌，我就都带上了，不敢去掉。然后我后面就跟黄千池去转了一圈，后面鼓起勇气之后，我想回去，我说我一定要再去一次，我一定要再去一次。然后他就走了，他们就只然后就换人了，换成公孙离了，还有老虎。然后我想算了吧，走了。他真的好可爱。但是遇到他之前，我还遇到个那个李白也很奇葩。那个李白，他说话一股腔调。他说：“姑娘，你站，因为我本来不想去跟他合照的，我就在远处拍一下他，我就拿手机这么拍他。他看，因为他当时没啥人，他看见我了。他说：‘姑娘，你站这么远，你拍得到我吗？’我懂了，我终于知道你们粉什么心理了。”然后我就想，哇塞，那我还是去找一下他吧。然后我就去找他拍照了。然后下次握手会，你们在远处说，你站这么远，你看得到我的样子吗？你站这么远，你握得到我吗？你站这么远，你知道我的？没有说。拍完之后，他说什么什么姑娘，我们有缘再见，我们江湖再见。
客气，没有看，我把他拍矮了。他没有收费，像漫展，然后下面还有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很多，就是拿着摄影，就是很像粉丝拍照的粉丝啊，但是他们专门拍他们的那种，在下面拍他们，拍照片。真的好可爱，李元芳好像是换了一个小姐姐，我还去微博搜她呢，好像之前是一个另外的小姐姐，最近才换的小姐姐。那个真的好好看啊，她真的好可爱，就很有少年感。搜不到。哎呀，小猫猫，米高还找奶高交配呢。但是，就是很搞笑的是，算了，我觉得不太好说，我不太好说。就是不，不是，然后他是想交配，但是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那个功能，然后奶狗还生气了。我觉得他可能也知道他是一个没有功能的小猫咪了，给他最近有点伤心啊，你是不是？没关系，我还是爱你的猫猫，不管你变成怎样，我都喜欢你。你跑也没用，坐下。谢谢你送的玫瑰花，我就觉得很搞笑。因为他们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两个都在发情，明明绝育了还在发情。谢谢念琪送的奶茶。春天到了，猫猫的春天到了。就他们两个这几天见面了，为什么会随着季节会这样子？说实话，就是又好笑又心疼，没办法。我没看过《动物世界》，我等过几年带他们去洗澡。就现在马上都要夏天了，好吧？我今天都穿短袖出去。你看我今天短袖，我发现我穿的就非常符合我的心情，我的穿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想，我说今天穿什么呢？我想了半天，我不想穿裙子，我就穿了我的黑色这个 T 恤和一个黑色工装裤，就很帅。我把我的衣服断舍离了，现在是我的新衣架。你们看，这全是我的新，这是我夏天的衣服，
上面是我新买的睡衣，那个是美乐蒂的。没有，我换了新的短袖了。我把它们拿个蛇皮袋全部装好了。我房间的架子都到了，你看，就这里两个架子。下面放的是衣服，下面放的我面，像放面膜。上面放我的那个毛巾啊，还有那个。就是你洗脸的时候把头发全部撩起来的那个发带。床单一下还没到，绿色衬衫也不见了。你不要想着我会在今年找到明年的任何一件衣服，因为我从来找不到。靴子那件我扔掉了，我扔掉了。哎，你们男生都很喜欢那靴子的那件衣服吗？为什么呀？你们不觉得穿得很奇怪吗？我不是没换过啊。就是一件白色 T 恤，这里有四个靴子。我跟你们说，我买了一个超级增高的鞋子，穿上变1.8米的那种。看，这是我买的新鞋，穿一下。我明天就穿这个去上班。哇塞！顿时长高了，变矮了，长高了，只要松开很多。可怜的猫猫，你们可怜一下它吧，它真的好可怜呀。你不要叫人家公公，我不。我反正我就要穿增高的，我明天要穿我的。我本来打算明天装深沉，就穿我这一身过去了。但是如果明天热的话，我就要穿我的裙子，我要穿清凉的衣服。什么叫三天不换衣服？我一天还换三套衣服呢，直播一件，练舞一件，睡觉一件。说我。我发现，因为我每次直播好像都是粉红色的短袖，我后面，但是因为我觉得粉红色会很好看，直播。我决定以后跟你们直播，用我的我新买的美乐蒂睡衣给你们直播，这样子我直完播就可以直接睡觉了。我绝对不会买黑色，因为黑色真的很吸热。我可以素颜直播呀。我今天穿黑色的工装裤出去，我的裤子上全是黑色，不全是太阳的感觉。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很冷酷啊？现在穿这个衣服，
我去过大会堂演出。冷酷算了，而且这个环球影城，16岁以下，没有满16岁，必须得有家长带着入园。然后我们今天出去进去出去，他一见到我们就问我们，就跟我们说没有满16岁不准进去哦。我就每次只能掏出身份证跟他说，你看我马上都18岁了，谢谢，我1.6米。掏了好几次证件出来了，然后昨天去住，就是去住这个酒店的时候，我的天哪！明明满16岁了就可以自己开酒店房间，可以自己登记了，他非要让我们俩给我妈打电话，然后让我妈拿着一张纸，拿一个笔开始写我叉叉叉是，然后身份证号是黄一慈、黄轩琪，身份证号的监护人，然后要写一大段。什么犯什么什么问题啊，全都无关，然后还把身份证拍出来才让我们登记。谢谢。他们老以为，因为我们两个穿的也不成熟，他们老以为我们是偷偷跑出去的小孩。就是我身边有同龄的朋友，他们就穿的可高级了，就是那种高奢，就是我看那些人啊，化的大浓妆、大红唇，然后一身的高奢，然后穿黑丝啊什么的，然后明明年龄比我还小，谢谢工作人员，他从来就不会被盘问这些。真的是，我是不敢穿粉色出去了，也是。而且抖音上那些现在天天直播的有些网红，就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些网红，明明年龄比我还小，天天直播也不会被封。我就之前，我觉得我第一次我在抖音上，我刚开完了，有在抖音上随便看了个直播，一打开刚挣了。那人家我的粉丝刚给我刷了100块钱礼物，然后我就被封了。因为那是动漫，我什么都没做啊。他说我是未成年，不让直播。但我只是打开玩一下而已，我没有。不是，我就很简单的，我还在马路边呢，我们在马路边在随便开呢，然后你有病吧。哼，谢雨轩送的巧克力。微博是什么？你们不要，能不能不要带坏？我现在至少还有5个月的时间。谢谢。要被这么管着呀？我跟你说，等我18岁以后啊，我就去这酒店。还去这些游乐园，他一问我告诉你，我18岁了，你要少管我。你管我，我还去，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不太好吧？我还真的想去体验一下，我想去网吧。我告诉你，我18岁了。什么酒啊？什么棒子？
不是吧？酒吧是不良场所吗？应该是吧。但是可以去 KTV。不喝酒去酒吧有什么用啊？张，有没有果吧？我喜欢喝果子。我的外卖到，等会再。说实话，去酒吧还不如去女仆店呢，还不来看公演呢。而且我不太喜欢那样的地方，因为就是，我真的很恐，有人会主动找我说话这样子的，而且还抱，如果是他抱有不良的，就是不好的目的或者之类的，我会很抗拒这样子的社交。而且我本来就不喜欢去社交，为什么要去这么像这种地方人这么多的地方，我还躲还来不及呢。对啊，还不如去旅行呢，去海边，去迪士尼。那女仆能一样吗？你不要带坏了。还不如跳过你，还不看升国旗，就是。我没有说要学画，我只是说我想去体验一下一些，就是那些人他们每次都要女，就比如去，就是比如酒店啊那些，他们每次都要说让你给你妈打电话，出去旅游真的很不方便，在机场也是每次都要被问，只想告诉他们，我想告诉全世界，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我才不去蹦极呢，我也不会去跳伞的，不会去的。在说什么呢？我哪也不去。我跟你说，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你别说18岁干不干这些事情，大家也知道我之前，大家也知道我之前去过这些学校啊什么的。其实这种事情我又不是傻子，不要把我当傻子，我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又不是傻白甜，谢谢。不是说不去酒吧或者是这些地方的话就是一个单纯的人，他可能只是比较聪明而已。谢谢。他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为了什么去旅，而不是愚蠢到这样子。谢谢魔方送的奶茶。谢谢小雨送的玫瑰花。你这不怎么还现在还有人打字送的呢？谢谢你的文字啊，文字奶茶是吧？因为像这种很多负面的东西，还有一些什么一些东西，反正不可能是不会去接受到的，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自制力了。谢谢恋奇送奶茶，谢谢公子送奶茶，没意思。不想给你滚。我走了，真的是很无语。你们没有，你们一点，
你们都是愚蠢的人类，你们真的很愚蠢。哎呀，这里怎么有一个魔法棒？快盖住，不能让别人看见。好了，这个权杖就是我的了。你们这群老鼠在干什么呢？住了，这边踩你们，我跟你们说，但是我不想踩你们，我怕把我的摄像机，我怕我的镜头踩坏了。我可以用头撞你们，可以用头来撞你们。哎，没有头皮屑，屑。而且你不用说了，我现在我用的洗发水一直是玫瑰味的，不是樱花味的。但是我的沐浴露是樱花味的。我明天花我的樱花写真，我要配文。你们闻到了樱花的气息了吗？哟，怎么老掉？谢皮送玫瑰，现在樱花都谢了，再不发就过时了。但是我之前用的不是玫瑰啊，我之前用的是石榴，我用的是石榴味的，石榴味更好闻。石榴是不是只有夏天才有，还是秋天才有？你怎么不用抹布闻？我今天买了哈利波特的那个怪味豆，有一个感觉像是厕所的味道，我吃到一口不敢吃，我把全部扔掉了。就是那种洗洁精的味道，你们去买吧，真的是冤种才会买那东西。那个软糖也要79块钱。
我然后我就买了个软糖，我再买了一根魔法棒巧克力，我花了150多，我觉得我是个傻子。但是大家已经结账了，后面还有那么多人在等着呢，我就不好意思不买，不是那样的，我就是这种，我不好意思拒绝，我就买了。100多呢，100多可以吃2顿椰子鸡，好想吃椰子鸡啊！哎呀，主要是这个月都没有钱了，我还去那样花费。我点的火烧云，但是我突然想吃椰子鸡，好浪费呀！不行，没有外卖是活不了的。我9点点的呀，为什么只能吃便利店？日本的那个寿司，还有秋刀鱼，不要，不给你们吃播火烧鱼，不给你们直播那个，因为我不想。因为我现在，因为我不想让你们看我吃。隔离，不知道的还以为干啥去了。哎呦，怎么老掉？得换个地方直播。给你们看，有人想吃我自己做的汉堡吗？我还有自己做的三明治，还有那个面包、热狗。我的热狗，我做的巧克力，这个三明治也是，你不会以为是真的吧？假的呀，你这太笨了，我真的很无语。没想到你们有一天会傻到这样的地步。你看这个还能撕开呢，你看，太傻。出去别说是我粉丝。明天我的丝绸被子就到了，我就可以换被子了，我就可以换被子了。丝绸，懂不懂？我觉得你们夏天也可以买丝绸的被子，因为就是真的会非常的。好，不是男的该不该的问题，你们不想，你们不，哎，算了，你们不懂生活，我不想跟你们说话，那你们就盖你们的大棉被吧。盖你们大棉被吧。被骗走了，那只能说明你好骗。
我今天听王大金在那分享粉丝的饭偶像的那种文章，我感觉还挺有意义的。你们什么时候给我写一个？我在那里听得快听哭了。饭偶像的故事，又不是说我，他都是别人的故事啊。就是一个朋友，他们一个朋友的偶像，就是，对，好像问题是，我已经不想放他了。我到底是要不要跟他告个别呢？就有一个问题是，就是他觉得他变了，他要离开，但是他就提问，他就跟王丹丹粉提问，我要不要去告个别呢？然后，算了，我现在只是说说而已，我倒无所谓，你先不用那么不着急。然后好像他的粉丝，都建议说不要告别。你们觉得？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义的。你们如果遇到这样情况，会去告别吗？不，怎么说呢？是你怎么说？你们也不要自我感动或者这样。我觉得其实你们远比觉得自己很重要更不重要。你们远比觉得自己不重要更重要，这样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好像不太能懂。什么呀？不要乱说了，算了。我说过吗？就是说，你可能以为在你眼中，就是你在偶像眼中，你的存在感很高，你对于他来说，他觉得你很重要，但是现实是你好像并没那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以为你在这个偶像当中你没那么重要，但其实可能远比你想象的他更加的需要你。两种。我说我是听到他的电台想出来的。哎呀，我真的很服了你们了，动就破。对，哼哼。我特别容易对人真情实感，不管是对粉丝还是对身边的偶像朋友，就有时候我甚至不会拿我是一个偶像来跟粉丝作为来跟大家交流，也没有把大家这样当做粉丝。谢谢双鱼送奶茶。这杯果汁的反馈，但其实也得看自己怎么理解了。有时候可能其实小你觉得这小牛变了，其实他可能并没有变，只是他跟你想象中的样子不太一样而已。他一直都没有变，只是你突然有一天发现他好像不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他。成为真的好死。哎呀，
是说实话，我觉得我舅舅说这样也挺不好的。没有，你们觉得你们只能改变，但其实潜移默化之下，就是小偶像会慢慢的会被他的一个被他的粉丝去改变和受到影响，所以有一个好的粉丝环境是真的很重要。谢谢，谢春送夜蝶，哈哈，可开心呀、啊！谢谢，那给他送了夜蝶，哈哈，谢谢。我怎么感觉我这样好像我去年没出道的时候，不是刚出道的时候，是我变胖了吗？应该也没有吧，好像可能发型有点太像了。谢小月送夜蝶、啊，谢谢。虽然我感觉我现在好像很难说一些比较煽情的话了，但其实我心灵还是非常真的。觉得你们挺好的，是。那我还是有反，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每个人，哎，来这的想法一些都不一样吧。但还是比2020年好看一些。嗯，对，做挺好。但是你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这样的也觉得挺累的。我真谢谢你，我现在也很活泼，只是我今天不太活泼，但是平常的我还是很活泼的。化妆肯定有进步啊！应该有80斤，应该有吧？我不知道，我没有称。黄韵琪真的是。我从来不保养啊。没有什么好保养的，我在直播。天生的，但是我上次那是化完妆是修不修，但我平常真的不注重保养。我上次连续带妆了好几天之后，我的脸都一摸都感觉很痛，去了几趟山里。我生物钟现在早上九点钟是那种就十点就起床。哦，对，明天还有活动，那我走了吧。谢谢送巧克力，我忘了明天还有线下了。但我明天好像是第二批。我这是我明天早上9点的那次工作。线上送的玫瑰花。排的是。他排了你9点。排的是9点，但是他是随机去，11点。我上第一批，我10点过才去做。等什么等？每次到这个时候就胡言乱语，算了，你们，哎呀！而且你说一些比较是那种的话，就总觉得怕自己说错，大家会理解错。我就还是，你不要理解错。还是想说表达，想表达一下。我真的很无语、啊。
谢谢。但是你知道这么健康的一个体系，就是维持起来会真的有时候还会感觉到疲惫的。我说你们真是好人。哎呀，我说不了什么话。哦不不不不不，不要让我打字发口袋了！哎呀，叔叔真的是一点都很矫情，不太矫情。No， 现在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现在我是一个独立自主坚强的人。哎，你们是好人呀！我觉得遇见你们挺好的。拜拜。什么玩意？